适当的高度开一个15mm 的圆孔，然后将面板放进去。先将垫片与面板对齐，然后再用两个 ST2×8 的螺丝将垫片与面板固定，再用两个 ST3×12 的螺丝将垫片固定在门板上。固定完成后，将面板的连接线与锁的连接线连接起来，将锁放到适当的高度，然后打上三个 ST4×35 的螺丝，将锁扣放在距离门边大约20mm 左右的位置，分别打上两个 ST4×16 的螺丝和一颗 ST4×20的螺丝。锁扣固定完成后，效果所有配件安装完成，现在输入指纹。